那电报陶明君篮球是小废物，我跟你讲，他嘴他只会讲一口好球，不会打球。我不会像别人说什么，只会说自己是他妈是什么篮球队，然后那边投个球进，然后抢篮板防守什么烂爆了，好不好？跟你讲，我就是先到。那我今天还要认识一下我们樱木俊男哦。樱木军团，樱木军团的，先 Q 我，先 Q 我。他先到的，流川枫。流川枫啊，告诉你，一个死的篮球有没有？有没有运动变活的？会叫，会叫啊！会叫，小心怎么叫？怎么叫？我会打爆你的先到是？先到是？先到，先到！我告诉你，流川枫不是假的，我会让球是变活的，告诉你，活的。换我的队友，然后他们，队友，队友，队友，攻城良田。把角色抢掉，那这怎么办？那你是？我是矮子界的欧拉朱文，差好多。为什么直接从空城两点变欧拉？才知道欧拉朱文 ，Rocky 火箭队，厉害 ，Rocky 火箭队，对，没错，真厉害。哪一行？我以为在讲人家三井哎，三井厉害。所以呢，跟你讲，看我来来来来，你要应该叫一下，然后我再做。北泽要讲话吗？北泽要讲话。我是北泽，我从美国回来。你中文好标，你中文好标。Hello everybody, they are soccer 啦 ，soccer 啦 ，soccer 啦。这感觉是从那个新加坡来的。我最强，我最强。哦，足球。足球们，好歹我也是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这个 video 是要做给谁？做给什么 ？SBL South 是吗？South Basketball League。你们自以为人很多对不对？人很多，强的多少个？三个吧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有没有？刘川峰，先到，北沙科啊，北泽。那这位是篮球队背后的，对，篮球队。欧拉朱文，欧拉朱文，攻城良田。啊，这边这两个没事，好，没他们事。我真的觉得篮球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运动，大家不要打篮球 ，OK？ 对，我凑热闹。湘北队的那个经纪人，哎呀，晴子跟才子。金子，告诉你，我们这个湘北，北部的湘，北部的湘，湘北，很香的北，很香的北，这个岭南是零分的南方。湘北对岭南的，湘北对岭南的，湘北对岭南，湘北对岭南，沙科都是沙科，我是山井寿，我从美国回来，都是沙科。好，看来会大战，太好，大战大战啊！大战，北部 cross 南部啊，我们，你可以，南部烧赛，你那个 WWF， 还有谁要枪家的？换阿给枪，阿给工程，下一点，下一点，工程两人下一点，工程会什么？对，工程什么都不会吧？他就会运球，不知道讲什么，枪家没，你们 out， 好，我真的觉得你会变消拔，要卡，还是晴子跟金子要不要？谁是金子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。雪碧啊。